在做四味转的时候呢，手脚头眼睛的全身配合啊，记住我两个脚和两个脚尽量对齐平转好，手放松或者背手都可以，手从旁走的同时我们的脚就要出去同步进行啊。有的老师会直接要求你的脚直接往后退，还有老师呢他会要求你把腿往旁边出再画到后，直接出后面或者是先从旁出然后画半圆到后面都可以。那之后呢握手的同时我的脚也蹲，相当于手脚动作他们是同步的。完了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个打开手，然后两个手再往后一点点呢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脚跟在干嘛？不要保持住不动，我们要继续往下深蹲，深蹲，深蹲，我蹲不住了。下一个该干嘛？站起来。记不记得我上次说的那个手的时候，它回来的速度是怎么样的？要一拍回手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要一拍立起来。但是呢，在此之前要强调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。